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梁。今天早上我打回来的鱼，我现在要把它处理了。哎呀，今天收获还可以吧？你要提前拿好了。你看今天早上拿到的鱼，哎呀，还挺漂亮的。你看，全部是麻钩来的。嗯，漂亮。是啊，清一色的鱼今天。嗯。辛苦了一个晚上也有点收获。下网啊，这个不简单吗？这下网也是辛苦啊，早早的去嘛，对，很晚去晃了嘛。嗯，今天我要留这个肠子来吃。肠子好吃吗？对，这个肠子是甜的，没什么苦的。把那个胆拿出去就行了嘛，哦、是现在凉快都好，等一下就很晒。哎、你看这个苦肠啊，吃能吃苦中苦，放歪人上人了、啊。这苦肠是很好吃的，苦凉苦凉的。嗯。所以我要很久没有吃到了，我要今天早上要做一碗。可以啊。直接放。把水烧开了，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，加点盐就行了。这个就是烫一下嘛。对对对，很味道的。还要放什么配料没有？无需放什么配料，就是这样子吃了。要做一大碗。这个漂亮哦，还有一半呢。没有一半了，没有其他了。还有两条是活的，这一条活的，这一条活的，拿去养去。两条怎么养呢？要多一点才好养，这一条好像。嗯。多一点养，够一餐哪行呢？是不是？对。哎呦，难搞啊！做也做不了，腰疼啊。换我来。算了算了。这个看到这个鱼，你应该不用累，不怕累的。看到这么多，想吃了。对，这鱼，这个来偷肉的，来偷肉的很多，它都来了。这段时间应该那个蜂子啊，应该很饱满了、啊。我们没有时间去搞了。嗯，真的没时间了，自己搞点蜂蛹来吃，是、嗯、对，你说到蜂蛹，我都流口水了，好久没吃了。没有时间去搞啊，主要时间现在全部放在房子上面去了嘛，是不是？房子又要打谷子，又要铲那个茶地，这一段时间是最大部分时间都在搞房子了嘛，嗯，是不是？这一段时间就是忙啊，黄金季节就是忙。对，金秋时节。嗯，什么事都是这一段时间嘛，收那些东西进，收那吃的回来，就是这一段。秋收嘛，啊，是的。对。
敲敲敲敲不忙一点怎么办呢？幸亏今天叔叫你，要不然你就也没得吃了。哎呀，太累了，想休息一下吧。是啊，没办法啊。还爱叫你去呗，我们也打算可以有着加餐是吧？为了生活吧。哎呀。哇，这一碗你打汤可是。你看这条，可以吧？可以可以可以。哎呀，全部吃这么大个的就好了。啊。都是这样的话，那就好了。哎呀，别掉下去了。别给它跑了嘞。到家了还跑啊？是啊，咦，终于搞定了吧？哎呀，搞定了！哎呦，我的腰啊！哎呦，哎呀！在这里弯的，把这腰都搞疼了。我都说让你垫高一点嘛，你又只是要垫高一点，真的好。是啊。是啊。也有一盆。对对对，拿袋子来装。好的。啊，现在也装差不多装完了。装完了吗？对。有多少袋？这里面有。五袋。啊、六袋。袋也有斤啦、啊，斤多到两斤。可以可以。少一点点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拿去冰了。啊，差点忘记这一条了。那条太小了。来，现在拿上去冰了。嗯，可以可以。可以了，你看，千里吃来的这个鱼泡啊，不是什么鱼肠，我才拿一点点，叫鱼泡大餐吧，今天早上。好。好了，拿去开个汤就可以了。好的。放一点冷水，把它盖上。快一点是吧？是啊，只要一开一进去烫一下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嗯。我找一下有姜没有，放点姜。哎，没有什么配料，我们就放点胡椒粉算了，提提鲜，原汁原味的算了。对。可以了，你看。哦，开了开了。这一锅汤就鲜喽。是啊，对，OK 啦，可以拿出来了。哇，一碗都装不了啊，搞了两大碗了。多喝点汤。是啊，多放点汤，这都没有这么苦。OK， 来啦来啦，开动，开动了开动了，就是这个了，今天早上，嗯，老爸还没回来，聊这碗给老爸吧，可以，嗯，来，哇，你看，美美的，嗯，一点都不苦，全部是鱼泡多啊，是吧？对。你包的好吃一点吗？太香了。嗯，这个我还泡点汤，这个汤太好吃，好甜。看你吃，我都流口水了。很甜很甜啊！配点苦瓜。嗯，都不苦啊，苦瓜还苦啊。吃点南瓜。嗯。香芋南瓜。对。还有一碗汤呀！太好。难得这种鱼呀、啊！对，嗯，
这没带满的可以啊。再喝一点吗？好像你也要喝啊，是不是？可以可以。太好了。鱼油、鱼泡，还有骨汤，绝配。真的，其实一点都不苦的，好甜的，很甜很甜的。哎呀呀！哎呀，还是舍不得，还想喝。喝吧。只是吃饱了而已。再喝一碗，没事了。可以了。等下去跑步一下，就行了。